我想过不了多久，王四子就会被立为皇太子，必须在官家立皇太子之前，便有个了断。有何妙计？没有明显中毒症状，又不会马上就死的毒药。朕以五路雄师讨伐江南，江南焉能不灭？不，朕死也要死在这金陵城。王妃的病毒告化，您给准备后事吧。我这辈子都穿不上。我一定会让你在大宋的史册上成为圣人的。未来娱乐台《大宋传奇》赵匡胤。